今天呢，我要跟朵朵刷牙，因为发现她的牙齿开始有点黄了，是不是？嗯，装作无事似的。OK， 哥哥呢？我的狗狗呢？也是要跟他刷了，他的牙齿不是牙齿，他的嘴巴很臭。这个猫咪啊，看到这个纸袋的声音呢，它以为呢有零食吃了。其实这个是刷牙的，是用手指刷的。哦，这个是有一个就是叶配嘛，这个叶配它赠送的，所以是这样用的。现在朵朵准备刷牙了，看。哎呦哎呦 ，OK， 看，牙齿这里开始黄了，太久没有刷了吧，所以呢，我都会这样跟它磨。因为猫如果牙齿坏呀，就很麻烦了，拔牙超贵的，我的狗狗才拔。门牙也刷刷，刷刷门牙，刷刷，这样，OK， 还有它的里面的牙齿呢，是有点挑战，还有它下面的都需要这样跟它刷一下。这两边，因为它都没有什么坑。给 brush 弟弟，brush 弟弟。Then you want more, more, more brush 弟弟。这里有点挑战，再跟他刷这个门牙吧。门牙超黄了，现在好多了。他的毛是比较长的，因为最近跟他剪了，因为医生说他的毛太长啊，就当他舔自己的时候都舔在肚子里面，肚子就会很容易吐不舒服嘛，是不是？好了，现在到我狗狗刷牙。小萌萌一，他很喜欢吃这牙膏，看到吗？然后开始坐上来了。OK， up， up， 他就吃那牙膏。OK， come， 吸气，吸气，尿尿 ，OK。brush your teeth, brush your teeth. Come. Now her teeth are starting to brown. Can't give her brown. Because that time she brushed teeth quite clean. Her mouth also didn't have such a stink. OK， 好了，还要吃吗？他爱吃牙膏味道，看。哦。OK。OK， 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到这了，我们下期见，拜拜，跟 say bye bye to everyone。